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，大学入学繁星推荐放榜，四立南光高中72学子摘星，其中录取医学系与国立大学达41人。校方表示，连续12年大获全胜，为南市四中第一。校方表示，75级分录品宣以台大财务金融学系为第一志愿，72级分制在中医的蔡明峰录取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，66级分谢仲轩喜爱小动物，繁星录取加大兽医系为志愿，皆为多元发展兴趣选项。校方指出，陆品轩个性乐观开朗，积极进取，在校成绩名列前茅，数理方面表现特佳，尤以数学特别擅长，学测数学科15级分100分，表现全方位。平时兴趣是阅读、吉他弹唱、写词作曲等，也和同学自组乐团，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生网读心得写作优等。高二通过英文检定中级和中文检定高级，高三通过中文检定优级，台南市语文竞赛国语演说第三名，参与全国高中生高峰会论坛，演说与辩论也擅长。妈妈是银行行员，爸爸则是家管，虽家境不算优渥，却也衣食无余，因兴趣及受母亲职业的影响，最后不以医学系而以台大财务金融学系为第一志愿。